好奇怪，他们可以这样。啊，好臭！这个人天生好臭，好重啊！由于我们的失误。我都在最下面，你等我。天顺帮忙。
一个超轻量的，超轻量的，那是地铺，很像，好像卫生纸，好像纸巾哦，很像纸，对，我一眼看很像纸巾，很像纸，哦，它是地铺，不然正常，它不会吸水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它就防水，防垃圾袋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有空间吗？好香啊，因为我先腌过啊，好香啊，我饿了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沙拉鸡腿，超香，哇，我已经闻到了。如果火不够大，我觉得你火可以再开。不行，你要用我那个把它翻面吗？不用，不用铲子。真的？哇，这个画面好好哦。好好，因为我今天。就是有意大利面，然后鸡腿，它还有一个是汤，浓汤。我们这个可以装浓汤吗？那个不能烧，这个可以装，但是不建议你换来换去，浓汤一下就冷了。我直接倒到你们锅子里啊！你如果你要拍照，可以倒进去。然后水烧完记得叫我，因为汤要热。手艺还是很有自信的，100分，满分。应该有，不错，好了。没有，你先。要不要吃这一份？没有，因为我还有一份，我赶快切一切。它就会比较快了，就是几个全身。另外还有再加油。油还是要加底。还要。它鸡皮自己本来就会出油。所以我才说不用那么多油啊。所以你加了油就做第一次。对，啊，鸡皮会一直出油，你要煎的时候，鸡皮先朝下。拿来，会超会大。来。我没看到。来吧。好，不用。哇，这个下面修这，哈哈，那你吃吧。哇，妹，我说要不要分开拉？分开下。不用哦。哇，这个画面，你看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好棒哦。你先帮我拿着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好美哦，好漂亮哦。来，吃饭。加班。这个我。阿婷，你就拿着那盘吃吧。有味道吗？有。哦，对，阳光。哇，好享受哦！我怎么在山上吃到那个西式的意大利面？真的？对啊，西餐厅哎。你应该要录，野外西餐厅。我一直在录啊。哦，真的？还没有关过。你电池可以用那么久？我觉得他好羡慕哦。对，我就说他买的对了。这个天气，这个天气根本没办法。这天气我的相机一下就没电了。
差很多。鸡腿。阿生，更加一点吗？它没有味道哎，它只是好看，对吧？南瓜的味道出来了，闻到了吗？一些些。南瓜的甜，哇，这热热的好好哦，哇！
感谢老天给我们好天气，谢谢老天爷，终于完毕了，太爽啦，太完美了，第二次就成功。起来煮，好像那个没有，它的风景比较没那么漂亮。我觉得都不错，但是北风的瞭望程度更高。北风很多个点，我们在那边拍了两个小时。你要试镜啊？哎。钟汉哦，你看看这是谁？我们这边待了两个小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在北风了。我们从日出看到下巴，现在九点了。我们的，对啊，我们要等星空。我们在这扎营啊。我先帮你转过来，你看哦，等一下，怎么转镜头？你看，很美。对啊，你看你这是什么鬼？你那上次那个是什么鱼？你看，而且你看那边有一个景点，下次你要来这边，没了，这个。冲口水就冲。啊，不行。是哦，我那已经发炎了。陪我吃药。但没有看过阿锦挂彩过啊。我哪有？你说。你都健康宝宝的。谢谢。谢谢。面可以吃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？干不下？哈哈哈哈哈！劣低呀！哈哈，劣低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我为什么晚辈这么多？哈哈哈哈哈！幸好没有我。我扭到脚了，很紧。哈哈哈哈哈！阿姨，我们遇到了什么？两排哦，晚上加菜，噔噔，好可爱哟！小羔羊，我们今天要。做什么料理呢？是要云南的羊肉串。哦。他可能会跳得比我还快啊！我已经没力了。你很大胆呢、欸。